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今天来到了几号呢？4月10号，对不对？我们为啥说来到呢？因为你们听到，丁宇现在一直在跑步，所以他来到了4月10号。哎，今天4月10号，我们就听听好声音就比较单纯一点。我们等一下会放两段小恩刚才练大提琴的声音，很特别，因为他这里不单纯，因为他要去那个什么叫不单纯？因为他要去苗栗，他吵着要拉大提琴，对不对？后悔，你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帮你把谱编好，所以来不及了。好，所以他拉不行，那很简单，就最难的就是第一首而已啊。啊，其他你只要看谱就会啦。第一首比较简单，最好是啊，每一首那个第一首最难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第一首最难，然后其他都很久，都让你变得很简单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小恩呢，这个等一下我会放两段哈，大家你们听听看。那他真的已经算很厉害啦，只是说就是不看谱这个坏毛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会不会看谱啊？哎，啊？不会。为什么你不会看谱？你不要命哦？哎，按今天什么？听说今天在家里又是一只吃一只吃一只，你好像一碗接一碗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奶奶弄的好吃吗？好吃。他吃了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番茄。番茄炒蛋。南瓜。南瓜。甜的南瓜。甜的南瓜，还有嘞？还有中午吃炒蛋炒饭。蔬菜汤，哎呦，你妈回来了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快点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，我们赶快，赶快。好，我们听讲，听今天的圣经在哪里？今天圣经在诗篇46篇第5节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天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神在当中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们现在呢，妈妈回来了，我们必须要赶快结束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来听听看。今天小恩在后面的练琴两段的大提琴声音，各位听众，拜拜。Thank you.
收是空弦收。Thank you.